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玩这个孤岛惊魂六啊。我玩的这个是个魔改版。什么叫魔改版呢？啊，就是输了秘籍的。估计有很多人会鄙视玩个游戏输秘籍，但是你想，每天本来也没多少时间玩游戏，就是下班回来放松的时候玩一下。如果你在里头的那个流程一步一步的走的话，你会比较困难。比如说你要得到一些钱，或者说每次过关的时候都要那个找一些流程一步一步的走的话，你会比较困难。比如说你要得到一些钱，或者说每次过关的时候都要那个找一些武器啊或者弹药呀，而且还会装弹，而且它这个游戏设计里面，它这个枪时间长了会那个枪口会变热，比如说这样，它一会儿的话枪口就太热了，就不能打了。所以说我这个魔改版其实它可以改很多东西，像什么无限生命力啊、无限子弹呀、无需装弹呀什么的，无限经验、无限金钱什么的。当然我只改了一部分，我觉得改的太多的话就有太影响游戏性了，就改这点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接受。比如说就改了一个无限子弹、无需装弹，其次是无限那个手雷，就是头阵的武器，然后把这个伤害倍率提高了一下。哎，这个人在打我，揍他！他竟然揍我！就是把这个伤害倍率提高了一下，比如说现在提高到了16倍，原来你打这个人的话可能得打个10来发子弹才能把他打死吧，你提高的话大概2-3发，感觉更有真实感了。只要用枪打他肯定能。其次是无限那个手雷，就是头阵的武器，然后把这个伤害倍率提高了一下。哎，这个人在打我，揍他！他竟然揍我！就是把这个伤害倍率提高了一下，比如说现在提高到了16倍，原来你打这个人的话可能得打个10来发子弹才能把他打死吧，你提高的话大概2-3发，感觉更有真实感了。只要用枪打他肯定能挂。其次好像就是调了一下经验的倍率，大概也是调成了16倍速，也不是16倍速吧，16倍率，觉得这样倍率会升级更容易一点。其次就是改了无限材料和无限营地资源，别的我都没动。反正游戏的乐趣肯定会少一部分，就是没有你专心致志的一点都不改的话，玩的话乐趣多，但这样的话对于通关或者走剧情来说我觉得还能接受，因为毕竟没有太多时间去玩游戏，只想在游戏里面突突突爽爽爽，感觉像玩无双力的游戏一样。好，今天呢我们就玩这个孤岛惊魂六录这么一期日常吧，看一下这里头有什么。先看一下我的装备啊，这是我已经解锁的地图，然后它这有军械库，我是用了一个这个末日轰炸的背包，然后枪的话是用的这一个，也是都已经升级的差不多了，只想在游戏里面突突突爽爽爽，感觉像玩无双力的游戏一样。好，今天呢我们就玩这个孤岛惊魂六录这么一期日常吧，看一下这里头有什么。先看一下我的装备啊，这是我已经解锁的地图，然后它这有军械库，我是用了一个这个末日轰炸的背包，然后枪的话是用的这一个，也是都已经升级的差不多了，然后步枪的话用的这个58，我觉得还不错。这个是神器火箭发射器，这个神器一定要用，真的有时候敌人太狠毒的话直接用这个干，立马把他干趴下。这个用的比较少，因为我觉得步枪更好用。现在我应该去玩个任务了，我们现在看看有什么任务。它有个日志，我看日志的话离我们最近的有1000多米，是回一趟这个基地，应该是讨论一下与武装与道德军团的下一步行动。好，那我们就先去找他。我看一下地图它在哪个方位，我们在这边，他在这边，直接可以传送过去，可以传送吗？啊，在这个地方还不能传送。哎，这个可以快速移动，放大一下看它离这远不远，就在这个位置，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开船过去。我刚在那边看到有船了，我开始看看啊，刚才这下面看到有艘船，哎，这边是敌人，算了，放他一条生路。哎，没船了，没船了，我是应该把他给搞掉。好，夺船，夺船，好，搞死了。哎，我在那边刚才刷到一条船，那船哪去了？看来真没有了，只能开他这个船了。好，那我们就开这个船吧。觉得这个游戏可操作的交通工具还比较多，我最喜欢是开船和飞机。把它修理一下，好，修理好了，开船。我觉得飞机比较爽一点，但是飞机有一个 bug， 飞机的 bug 就是你走那个地图的话，它有可能有些路线它那个解锁不了，解锁不了的路线的话，你只能开车过去，不然的话地图上会灰蒙蒙的一片，你也看不清楚它那个到底是什么。哎，这边有个船在冒烟，算了，不管了，先直接去我们的任务点。如果你走的时候那个地图上感觉那个灰闷闷的一片，看起来不是爽，所以说我一般走新图的话一般都是开车过去，开车或者是开摩托车，开摩托车比较爽一点，但速度它比较慢，它就容易翻车。这边的敌人挺多的，我们的目的地还有400来米，从前面那个地方上岸吧。有人在揍我，刚看到应该就在前面那个位置，从这儿 登陆吧。哎呀，撞了，直接上岸。哎，这个地方是一个基地吗？挂了个旗，我想要不要占领啊，看看有没有人。拜拜，一枪爆头。
这个地方就搞定了。然后看一下那个位置在哪儿，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都过去，再跑过去吧，不开车了。应该在哪个地方？应该在这里头。它这个这一关的这个基地比较隐蔽，我都忘了从哪儿进了。哎，从哪儿进来着？我怎么给忘了呢？我在这儿，得用这个爪钩爬上去。然后爬上来以后，从哪儿进来着？我是真的忘了他这个基地从哪儿进来着。从这个门这个地方，这也不是。回来 ，Show the president that he's not royalty。Hey there。哎，这不就尴尬了吗？他地图上有那种黑色小感叹号，他这个意思就是应该有支线任务，就是可以完成一些支线任务。但我这边也不需要什么支线任务，就不完成了，直接先走主线。哎，我看到了，应该在这儿，那边有个马圈。好，让我慢慢找一找他到底在哪个位置。好吧，找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从哪儿进，忘了。我这个地方选择快速移动，我记得它好像在个地下什么地方，还挺麻烦的。好，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方的内部了，然后就找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在哪儿呢？Hola. De vuelta. Whoa.哦，我知道了，在这个地方，这就是那个门，然后从这儿进去，啊，这个太隐蔽了，真的。然后就在这边可以找到他，然后去刷剧情。What's happening? Meeting on the mound. Some of our friends want to quit early. Okay, listen up. This isn't worth killing. 这个女的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团队，然后我们要融入这个地方，所以说要帮他们完成一些任务。Skipping school. Woo! Ou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lready stole our future. Why should we give a shit?That's what I used to think. And then one day, Admiral Benitez walked into my classroom with a gun. She called on your name, you came to the front, one by one. Alvarez, Bermudez, Carrillo.
The Admiral read their crimes. 你看，这也是个强悍的女性。Handing out pamphlets, liking a Clara Garcia post. Fernandez, Jimenez, Peña. I learned a lesson on my last day at school. You can either be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or the wrong side of Castillo's guns. 哦，他准备干什么？准备自杀吗 ？Moral taking new members? Depends. What? Is there an age limit? I will plead for La Moral if you take me. Welcome to the war, viejo. Eso. Woo! So how do we take out the Admiral? Push us. Ready, first step to victory. The Grand Hotel, Danny. That's the key. I got a convoy I like to make friends with. No, we need Carlito. Push ups never lie.好，这边完成了，完成了以后，这边这个任务就算完成了。下来这些标星号就是一些支线任务了。You just got your hand open. You sure doing push-ups was such a good idea? What can I say? Your little speech pumped me up. See, the part where you put the gun to your head and pull the trigger, that was crazy. I loved it. Vanny needs to take care of our little problem at the hotel. Well, why didn't you say so? All we need is Carlito, and the hotel is as good as ours. What we need is to stop Benitez's convoy. Sounds like we're on different pages of the same book. Doesn't matter which one you read first; they all lead to the same end. Benitez. Benitez.We hit all three, and we spread her forces thin, make her base more vulnerable, and then we strike. You remind me of Lucky. Always three moves ahead. Though she's not big on these machines. You mean laptops? Yeah. Buena. This is gonna be so fucking cool. If I find one more spider in my coconut, I am going to scream. We could really use Carlito right about now.I've got a good feeling about this. 和这几个 NPC 聊下天。There's these farmers. 这应该是一些支线任务，先接一下。I like these young areas. They remind me of Castillo. 然后一会儿看一下地图，然后再出去决定去哪儿。And Carly. I need you to go to the Grand Hotel Caballero. 好，都接受了。然后看一下地图。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离我们最近在这个地方，客房服务。那么先得出去，然后开车过去。就像我之前说的，它这个地方地图是那个。就不是彩色的，这就说明没有解锁。如果你直接开飞机过去的话，这个地方还是灰色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开车过去。那我们先直接先快速移动到这个藏身点，然后从那个藏身点开车过去会近一点啊。当然这个地图上的所有的那个藏身点，比如说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地图，就是这地图上面这些小房子，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都有藏身点，还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是通过在那个营地里头修建那个就那个民兵的那个小屋，然后升级完以后都可以解锁。我看这边给我配了个飞机，哎呦我去，还真是配了个飞机啊。好，算了，还是开吧。硬着头皮要飞过去。Not yet. You think I can? 好，然后我们飞到那个地方，应该有200来米吧？是不是？这样可以开枪。是不是在这儿？哎，就在这个地方，可以降落了。But there is another. 哦，这个地方应该敌人戒备森严是吧？你找个地方停下，不留活口。看到没？那个地方有人。他到这边吧，停到这个地方。我这停的地方容易被发现。好，然后换上我们的狙击枪，再瞄一下有没有人。我一般是先去暗杀，能暗杀尽量暗杀，实在不能暗杀的话，那就硬着头皮直接上就干了。先爬到最高点，再看看里头有没有人。哦，这有人被看见了，这什么情况？在这儿，完了完了，报警了，直接上去干吧。Elena, the dentist is dead. 拉响了警报，那就不管了。从哪儿藏着呢？都看不清楚。Oh, and I'm working on a gift for you. Gift? The hotel. I'm taking it. They have. 这边哪还有人呢？看一下啊。You sure you're not La Moral? 妈，兵有时候藏的特别隐蔽。啊，这有一个，搞定，搞定，搞定，没了吧？还那有？哎，这个补给箱，顺走。这有一个，搞定。再往那边走走，看这头好像有东西，需要酒店房间的钥匙，完了下去搜索一下。这有个人，搞定。这边应该也有一个，在这儿。啥时候跑那儿了？在这个位置。哎，果然在这儿下来了。得病啊！好，这个任务算完成了，把这个地方清了，不留活口。这总应该得到他们这个地方的信任了吧？然后，当他们这个小分队信任了以后，就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大的分队，然后就可以反抗这个人。已经挂上蓝旗了，说明占领成功。What do you want the people of Yara to know about the conflict? Conflict? It's
business as usual. 反正这么一改的话，这个游戏更像是无双割草类游戏，上去干就对了。The criminals of La Libertad will be stopped. There are few, we are many. You hear that? 这个叫贝尼特将军什么的，然后下次一定干倒他。And what about the? 找找他在哪个地方 ？Known as La Moral. Anyone who attacks Yara's military or a business interest is not a true Yaran. My strategy. And I also. 那个长相就欠揍了。Experience. I ran a security firm. The East is safe. Am I right? Right. No prea capas, por nada. That's a cut. I gotta go. Señor Presidente. Admiral, so lovely to hear your voice.我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把他给杀掉，是不是？They have support from Libertad and the Legends. I've always taken a personal interest in your career, handpicked you out of the academy. But make no mistake, there were more experienced, more qualified, and more intelligent officers in line before you. You stood out for one simple reason. Sí, señor presidente. You were a woman in uniform, and now you could be the highest-ranking woman ever to have. 被调的最高的女士。Gracias, señor presidente.这个比较形象。Higher! I want them higher! 还在这啸叫啊！一会儿干他去。啊，这个客房型的任务完成了，这有个文件。然后看下一步去哪儿？先欣赏一下周边的风景。Hello， 叶伯乐。这应该是拿上，这会揭示一些藏宝图什么的。像这个游戏里头有很多需要寻宝，寻宝的话就能得到一些比较稀有的装备或者是座驾什么的。那我比较懒就不寻了，先把主线通了再说。然后哎，有个军事检查站啊，这个地方一会儿要把它给灭掉，在这个地方。好，我一般想先把它给灭了吧，这样能增加那个我方的那个实力。先找一下我的直升机，我的直升机在这儿。好，上机。我们先去把那个检查站给灭掉了。那检查站的话就告诉你如何灭掉它，因为我有那个榴弹炮，就那个炮很爽哎。这个是飞机上的那个枪，看到没？这个我觉得一般。先降落。好，先降到这个地方。下车。不是下车，下机。换上我们的榴弹炮。就这样轰就行了，一会儿就把它搞定了。就是玩起来感觉很无趣。哎，前面有个那个什么军队的车，搞定。还那个地方在打我，没事，搞定。应该还有一波，还在那个地方藏了一些人，我看看啊，应该还有没消灭完的。这些都是补给装备，我这装备都给吃了。哎，这是个平民。哎，不对，这个检查站应该还有人，不然他这个地方不会还是红色的。去这头找一找，先把能拿的都拿了。哎，看到了，前面又开始战斗了，在这儿。应该在这个小屋里看有什么东西。这个弹药补给箱。和他聊个天，他还会告诉我们一些内容。哎，是不是在战斗中还不能说话呢 ？Danny, want to turn some evil fucking soldados into dead ones? We're throwing together a squad for an ambush, and we want the. 他告诉我们说有个人要发动什么袭击。这个检查站还没有攻下，应该还有个兵在那藏着呢。我想办法把他给都灭了再说。这不对劲儿。Danny, we got guns, we got bullets, and a perfect site for an ambush. What we need is your. 这有人，看到没？在哪藏着呢？在这儿。这边还有一波直升机来了。哦，三炮把他轰倒。That's what you get. 正好掉下来一个人是吧？不对劲儿，这头应该还有敌人，不然不可能还没被攻击下。啊，在这儿找着了，一定要把这货给摧毁了。I fucking see you.
这火箭炮真是一炮一个。好，等这个部队来吧。在进里头搜刮搜刮，还有啥东西？这么快就跟丢了。哎，刚在哪被攻击了？先上我的小飞机。这边有个车，部队在哪儿？不知道这个检查站为什么又占成功呢？这个有点奇怪。那好吧，去下一个地方，看一下下个地图在哪儿。这个是奖励一些物质，这个在这儿，又是一个需要跑图的地方。啊，我打算还是开车过去吧。这一片都是灰色的，那从这儿开吧，快速移动过去。This could be useful.啊，这个地方还是个小飞机，因为都在山上，只能走飞机路线了。我选择这个地方导个航，那准备一会儿降落吧，降落在公路上就好了。然后降落到大路上，然后召唤车出来，不然这个地图它不解锁比较麻烦。这边有个敌人，先拿枪干掉。然后召唤我们的座驾，你的血干，给我带座驾来了，在这儿。我们走就行了。哎，这边检查站有兵吗？快看看。这有一个，把这个检查站给占领了。这个检查站，我看看，这边还有人，应该在哪儿？在这儿，应该还有。那把这个给打掉。看，这次的话，这个检查站就占领了。好，占领，我们继续开车去我们的任务点。哎，还有人，还有人，居然是来兵了，拿出我们的榴弹炮。这怎么回事？没打着吗？搞定，搞定，搞定，快走！先不在这儿逗留了，我们开着我心爱的小车跑了。然后可以开自动驾驶，然后他就自动把你把车开过去了。虽然说这个自动驾驶有点傻。El tigre. I'm at the museum. So am I. If you want to see photographs of us when we were young and dumb, put your gun away and walk in like a tourista. Sigue la fiesta subiendo. El tigre dice el máximo viento. Alborotando la marca subiendo. Todos están poniendo contentos. Parece el festival de mosquito. Uno más corto, otro larguito. Un hueco con desgaste. Todo mi tío pincho que me pongo como tímido. Y quien no se pone tímido al ver con... 在这个地方下车。啊，一百多米。换成枪，换把枪。不要用那个什么了。那个榴弹炮，那个榴弹炮容易把自个儿炸死。哎，从这潜进去。I know the question on your mind. 啊，这个博物馆。Is that Diego? Poor kid never had a chance. What took? 看一下这个任务是主要让我们做什么？这个任务是让我们解救卡利托。Dolor.We were so young. 我们得找一找那个卡利托在哪儿。Hola, baby. Hi. This photograph really captured Carlitos' good side.
然后找那货在哪儿？这个得需要保安的什么钥匙？这是一个挨个房间搜索。哎，这是一个收集的东西。哎，这有个坦克耶！我操，有敌人，快跑！别拉响警报了。啊，这上面有个监控，看到了吗？就这儿，我要出去把他给干掉，干掉你！这个监控就在这儿，干掉你，伙计！然后这个现在安全了，这是我才不帮你修坦克呢。哎，我们暗杀他吧，怎么样？弯刀处决。这个画面有点暴力，哇！画面真的有点暴力，哇！这儿有个监控，差点就被发现了。毕竟暗杀还是蛮有成就感的。怎么又遇到你个老头了？在这个方向，往这边走，还有11米，是不是在上面？哎，这有人，这有人，在这儿，搞定了。好，驾驶卡托利。我大爷，原来卡托利是个那个啥，是个坦克。看来我得把这个坦克开到我的基地里。开到基地里以后，那个什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以后用这个坦克了。这个坦克的填装还比较好看。看这时候要把车开哪儿去啊？驾驶这个让我开哪儿，他也没说。我也知道他在干什么，驾驶卡托里。哎，他让我干什么？这有敌人，在这儿。这也有敌人，一枪一个。这有个监控，这个报警器。哪个地方在打我？哦，被发现了，快走吧。不装逼了，先走了再说。我们应该到主路上去。看到没？一枪一个，哎，没打着。啊，这个坦克有喷火的，这是喷火的，把火烧它，把火烧了，烧完再也结束了。哎，这有个这个直升机，一枪一个，太爽了。这个游戏要是开坦克的话，一般都无敌了。只要你不被对方那个电磁弹击中，一般问题不大。这个车挡着我去路了。他们开到什么地方？哎，走这边吗？这边是不是有地下通道啊？看一下啊。应该让我们到这边吧。这边莫非有个坦克？这什么东西啊？啊，应该是往这边走。那引路的标志，那火烧了。这块怎么过去？他挡着我路了。这条路走的也是太那个什么了。哎，这边有个敌人，解决不解决？一炮轰过去。啊，不会让我开水里吧？把你烧糊了，应该能开进去，因为前方那个车是怎么过来的，对不对？然后这边的水不是特别的深。哎呀，又来了，又来送死的。哇，这有个挡路的，一炮轰过去。前面好像有敌人。一炮轰过去，搞定，我们就团灭了。你看我这坦克开到哪儿啊？座驾进攻性武器，应该是有个坦克的储存点。哦，是我们的基地。把坦克开进洞里，有一种飞机跑道的感觉。好，搞定。这个任务应该完成了吧？啊，这个坦克比较帅。这什么情况？这里头不是他们的洞吗？Lorenzo, you came. What the fuck is he doing here? I wanted him to see Carlito for himself.
Mi compay. How many years since you've been down this mountain? Too many. Carlito and I, we have a lot of good memories. Time to make some new ones. You should join us. 开始请老将出马啊。 War is over. When we are all free. See! Hey, come. Come on, it's gonna be good. I'm good. Come on.好，我家宝藏这个任务就完成了，看一下这个坦克，还挺帅的。哎，这个纸读一下，这应该有任务。我一会儿怎么出去啊？我去，这个地方鸟不拉屎的地方把我撸这儿。我看一下下底别的任务在哪儿，我现在这个位置，别的任务应该离我都很远吧？这个是800多米，哎，这个地方可以。然后看一下地图，800米还挺近的。蝴蝶球是找一个。 在这个地方下车，啊，100多米，换成枪，换把枪，不要用那个什么了，那个榴弹炮，那个榴弹炮容易把自个儿炸死。哎，从这潜进去。I know the question on your mind. 这个博物馆。 Is that Diego? Poor kid never had a chance. What took? 看一下这个任务是主要让我们做什么。 这个任务是我们解救卡利托。我们得找一找那个卡利托在哪儿。然后找那货在哪儿？这个得需要保安的什么钥匙？ 这是一个挨个房间搜索，这是一个挨个房间搜索。哎，这是一个收集的东西。哎，这个坦克呀！我操，有敌人，快跑！别拉响警报了！啊，这上面有个监控，看到了吗？就这儿，我出去把他给干掉，干掉你！这个监控就在这儿，干掉你！过去。 然后这个先安全了，这是我才不把你修坦克呢。哎，我们暗杀他吧，怎么样？弯刀处决。哇，画面有点暴力。哇，这儿有个监控，差点就被发现了。毕竟暗杀还是蛮有成就感的。怎么又遇到那个老头了？在这个方向，往这边走，还有11米，是不是在上面？哎，这有人，这有人在这儿。 驾驶卡托利，大爷，原来卡托利是个那个啥，是个坦克啊！看来我得把这个坦克开到我的基地里。开到基地里以后，那个什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以后用这个坦克了。这个坦克的填装还比较好看，看这是要把车开哪儿去？驾驶这个让我开哪儿，他也没说。我也知道他在干什么，驾驶卡托利。哎，他让我干什么？嗯，这有敌人，在这儿。 这有敌人，一枪一个，这有个监控，这有个报警器，哪个地方在打我？好，被发现了，快走吧！不装逼了，先走了再说。我现在应该到主路上去。 看到没？一枪一个，哎，你打着。啊，这个坦克有喷火的，这是喷火的。把火烧它，把火烧了。烧完再结束了。哎，这儿有这个，就装逼了。先走再说。我现在应该到主路上去。 看到没？一枪一个，哎，你打着。啊，这个坦克有喷火的，这是喷火的。把火烧它，把火烧了，烧完再结束了。哎，这有个这个直升机，一枪一个，太爽了。这个游戏玩家开坦克的话，一般都无敌了，只要你不被对方那个电磁弹击中，一般问题不大。 这个车挡着我去路了，他们开到什么地方？
Hola, baby. 哎，走这边吗？这边是不是有地下通道啊？看一下啊。应该让我们到这边吧。这边冒出一个坦克，什么？这什么东西啊？啊，应该是往这边走。这是引路的标志。那火烧了。这我该怎么过去？他挡住我路了。这条路走的也是太那个什么了。哎，这边有个敌人，解决不解决？得暴轰过去。不会让我开水里吧？把你烧糊了，应该能开进去，因为前方那个车是怎么过来的，对不对？然后这边的水不是特别的深。哎呀，又来了，又来送死的。Hey, El Tigre, Carlito's pretty old and taking a beating. 哇，这有个挡路的，一炮轰过去。前面好像有敌人，一炮轰过去，搞定，我们就团灭了。你看我这坦克开到哪儿啊？座驾进攻性武器，这边是不是坦克的储存点？哦，是我们的基地。把坦克开进洞里，有没有飞机跑道的感觉？好，搞定，这个任务应该完成了吧？啊，这个坦克比较帅。这什么情况？这里头不是他们的洞吗？Lorenzo, you came. What the fuck is he doing here?I wanted him to see Carlito for himself. Mi compay. How many years since you've been down this mountain? Too many. Carlito and I, we have a lot of good memories. Time to make some new ones. You should join us. 开始请老将出马了。War is over. When we are all free. See? Hey, come. Come on, it's gonna be good. I'm good. Come on.好，我家宝藏这个任务就完成了。看一下这个坦克，还挺帅的。哎，这个纸读一下，应该有任务。我一会儿怎么出去啊？我去，这个地方鸟不拉屎的地方把我撸这儿。我看一下下底别的任务在哪儿。我现在这个位置，别的任务应该离我都很远吧？这个是800多米，哎，这个地方可以。然后看一下地图，800米还挺近的。蝴蝶球是找一个。帮助农民打那个军队，我们得开车来这边。好吧，那么本期这个游戏就录到这里吧。这就是《孤岛惊魂》魔改版的日常，虽然改的比较夸张，但是玩起来比较爽。再也不用说天天换弹了，比如说打一会儿枪得找子弹，舍不得发弹，会减少很多游戏乐趣。但是这样确实很爽哟。把他开拖拉机去那个地方，不是在这边上车吗？好，现在我们开上了拖拉机。这拖拉机比较笨拙。哎，这是有敌人，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敌人。我一般喜欢看到敌人上去就干一波，就在这儿。一、二、三，搞定。这个狼，搞定。继续回去开拖拉机。哎，他怎么把拖拉机开走了？停车。哎，我给你修理。完了，今天这个游戏就录到这里吧。有喜欢魔改版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魔改版真的很爽啊！咱们下期见，拜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下期见。